是带女朋友出去要去哪里啊？达兰去厚德路啊，去哪里？这么快啊！啊，我慢慢啊存，慢慢啊存，恁钱开偌济安尼？一到一只到五，寄过来啦，到啊，五千外块。上来，可可可可孙女，阿诺啊！你们怎么挂遐哦？你叫我咩啊你啊？阿姨，一千块阿姨。系啦，攞一千块出嚟啦，系啊。阿妹，你讲多少钱啊？你先，你头啊，你头啊，有钱啊？你先付啦。你先付你啊？我讲娶这新妇有效果啦。你头啊，你讲有钱啊？无钱？我无钱啊，我是付客啊。我先付钱啊。你好，你好。对啦。对啊。来。啊，阿你包啊。来。三二三包。这跟这都老远啦，上上的。来，一千五万嘞。我不可能两百以后恁呐，有错无啦？你若小车，我也袂两千五恁呐。你若大车，我唔知两千五恁。女啊，啊不然要中式用。恁白小车啊？中式用哦。鱼啊鱼啊。嗯，阿姐，今朝 OK， 阿姐嘛今朝 OK 啊。够油。你要讲头金。讲好恁对。系啊。安尼也是讲好。你讲好咯，你还袂去钓鱼啊？你去钓到什么来好？你规规万人喺咧看，你唔好白拍歹我名声。规万，这恐怖到死啊！有啦，有一天我来讲，爆棚的我来讲。你穿农装？你得要可口可乐找我拍广告。你穿农装？哎呦，可口可乐啦！一千啦！哎，这剩两个人给你啊！一千啦！地球黑哦。剩两个了，剩两个啊！咁会当互我知影三杯，剩两个嘛。这边这边。小姐，小姐你买鱼啊？对啊。你跟我讲你喜欢吃鱼，我早就拼了，是吧？我啊，总爱吃嘛，我爱小鱼吃啊，不能摸鱼。全部都是东西都加一样给他们，都加给他们。送啊！我啊，大姐啊。我啊，咁多吃鱼。我冇得吃。你冇得吃，我冇得平常吃啦。哪样啊？冇。就三杯啦。加咸，加烤鱼。你嘛无烤鱼。有哦，我第二日你请我来啊，我头先变两只，不饿啊。以后再来，较早来，我变你啊。啊，我加一条莲啊，啊加三支麻醉针。本来袂当吃，怎么变成当吃？是哦。这样看。加烤鱼够有哦，加大汉堡。好来，今天来，笑过人咧笑。小姐是咪做我笑的？三单我不要你笑啊！不，三个俩，我这做不了。哎呀，你啊想这，你又烦恼未啊？是你要抬啊，新妇要抬啊？拢有哦，你我慌忙抬新妇。没啦，先拿一千。这样给啊？一百一千哦。这个我要先给我抬。哦，恭喜你啊！一千啊，快点哦，还剩两位哦。想要我继续啊，上的，看我声高一点来。好，现在。你有在现场吗？我不要了呀。哎，阿你有拍头发来刷金一张一千的出来，咁。对，一千哦。分两个。最后一个咯。哎，大家都没掉啊，你好。最后几位哦，一千的哦。两个，两个。没有了，没有了。我呀，我。没有两个。没有了，剩的。哎，我都想要甲你阿落，但是今一只歹势啦，才四只尔啦。哎，啥物人要主动去翻这只石板的？你甲我讲，我了了。你五个人给我，你要自动弃权，你要一只石板就可以了。谢谢你，你会有福报。不会的，包啊。所以就给你，那四只绝对抵过，这抵过过两只石斑龙，不是一只石斑龙。那是肥的哦，这不是小只的哦。我来喝，谢谢，阿丽在包呀。在包。包完了，包完了，哥哥，我爱来给人贷款呐。嗯，这四包拢赶快，这包我先包小姐了。来，后面又有工作了，弟弟妹，来啦。到三缸啊，一个。化学账号，我们在应该是了。我可以让我化学。来，安娜，四位你们知道吗？知道。
会去买鱼的，麻烦再举个手。对啊，哦哦，俊龙哥来啊，阿姐，哦，来小姐，看我。我已经包好了。哇，那么快啊！好厉害！哎，那个有没有那种？阿妹，对哦，来，不难，天下无难事。这是倒数，我听到了。来，有要吃这款品牌的啦，说好啊，这款是上厉害的品牌的，最好的品牌的。来，要吃的来，1000块来，1000块来，1000块。你猜我会冲这样？你最了解我。你才多少钱哦？前半段都没给出来开哦，后半段我开始品牌来，开始开钱了。姚大。要一千啦！我你是管人少年的，要装哪话嘞？这个时阵你就是好好啊过咱的生活，清新啦，带咱佚佗，咱就来佚佗，咱要游览，咱就游览。你一千买物事，你买啥？这个围城慢慢问，对不？来一千啊！来1000块来。你比较侪货，你敢说教？是啊，当时啊又唔敢玩佚佗。你要侪货，你咧敢说教？啊，唔放少年的说，少年都十干袂安尼好问。啊，闭嘴！这个小姐，刚刚这个小姐怎样？我今麦要创什么工课？现在拢无人去，无人咧邀伊，我要创啥？我算一下单背几个规矩好。后面还有一只，这边三只。三只、四只，啊，太空鸭呢？太空鸭我这边一只。1只、4只、5只。5只，这一次完哈，就没有拼盘啦、啊。黄金鸡几只？黄金鸡应该太少只吧？黄金鸡啊？大概是哦，那所以全部就是6只就对了。大哥，我来，你以后我来都不一样哦。好了，鸡啊拢好开啊。无啊，无鸡啊。啊。无鸡啊，好，来1000块来。那、啊、你拿1000不是要给我的？快点给我，等一下你就很高兴了。对，相信我就对了。两个。我找不到什么理由，你可以拒绝我。我跟你收1000块。两位。这时阵就是最后的叹口啊，就是无要再赞美了，对。最后的叹口啊。最后的叹口啊。你要叹口啊，你要叹口啊。摊开啊，真正个摊开，摊开啊咯。我是后壁这组拢去叫吧，你拢唔知，我今日收煞，我就爱先等下走啊呢。唔知影你。一千你看，总共几个岁啊？两个。两个尔，两个你真歹拼来玩呢。这个阿姐咧运钱啊，今日应该红包咧，应该收钱来。我有看到。红包。在香港玩了的第二个。是公安会，一千个过来，对不对？公安组的公安会来了。哎，你也不能。哪个？哪个？哪个？等一下，你后悔，我1000还给你。来，三个。不快点不啊？我阿弟开始给物件来三个，等1000块来。六个吗？参加钱，参加钱。七个吗？你也干嘛？我不来，1000收起。七个。嗯，对。七个，这这样要看你，没完了。啊，你快点回来啦，回来啦，回来啦！我去送物件啦。啊，快起来，我放心，我你爸爸就讲啦。哈哈哈！哎，你老赖我吧，我看你老赖来传啊，是。你直接放心再讲啊。你看别赖我啊。快起来，电视好音啊，五块。我在收，这个帮我看一下，看他这个小龙虾，我们都没有卖到吗？没卖到，没有。我看龙虾哦，八个哦。不是用八盘吗？七个。应该是可以9个。还用八盘呢？啊，我再用一盘就好了没？还用八盘呢？啊，七几只啊？算好了没？七，我这边3只啊。啊，这边2只而已啊。啊，1只，我这边1只鸭啊。3只。哎呀，嘿，用他们在吃。公鸭没有？到底是几只啊？我鸡这边。鸭啊，总共几只啊？我这边4只，这边3只。七只，七只俩。对吧？黄金鸡也有算吗？黄金鸡也算。七只啦，这边总共3只而已。对啊。不要小美女啦。小平啊。
对啊，那就这样过来。四小组。好的。上面是八百，啊，下去一盘就好了，那算金牌，下去一盘。猪脚啊！啊，德国猪脚哦。啊，好啦，德国猪脚来啊，三个。对啦，对啦，对啦，德国猪脚。没料啊！我们送的。收几道？三个。四个。要求啊，今天得三四百块，四五百块人。四个。你拢知影我要创啥？我就甲你讲，伊都怎来都有去算命，遐算过啊你。我明天在这里打钢琴啊，你什么啊？我明天在这窗外就进去。一排一千啊！你弄什么了？一排一千还没办法。一千？猪脚圈吗？好啊。一排一千啊！看清楚啊！因为这样回去就不用看一遍啦、啊。好认真啊！一千啊！不然回去看一遍更花时间。那边没有猪脚圈了、啊。啊，马进来，马进来，我用油精写，上场好玩。然后回去看完以后，决定以后再也不敢不写。这底下好啦，七个，我两难人啦，好好啦。不过人家只关多少，今年是千元。拿一千啊！你有看一遍吗？你有看一遍吗？你有看？你有看直播吗？没有。他每天都在干。是哦。对，真的。那还有这样的情况吗？你还别啊！你还得话搞我讲，我连啊都要几只呢？军粮，青梅，啊，中收一堆的呀？四个，第一个可以选啊。这个啥嘛？羊肉不要啊？羊肉不要，嘿啊，没有吃羊肉。啊，你怎么卖鸡肉油吧？没有，刚才不换啥换的啊？就拿了，我挨讲你买个假笑脸的出大事啊！你个，你个油啊无挨问。马吉啊，你金无油嘛？有无油啊？用了，过了。哎，那个好。你看，那个，我爱三门包的，最后三半两来一千块嘞。最后三个喽。最后三个人给两来一千块。这是什么？知道吗？麻辣小龙虾。龙虾小，不是小龙虾。那等我们。过冬哦，可是你这个字要拿起来哦。来，几千人，最后三位了。去讲的应该的没有啥嘛。有啊，来几千个，最后三个人。欢迎的，来几千人。最后三位了，各位。不要考虑了，我都要说了，你们在考虑什么东东，什么西西，什么北北，来几千块的，一千块，搞定了没有？开几关？当然，不关了就你一千块呢。看一下没关系啊，那个。你当然不知啥话，人老未看到我肯物件，人一千块赚三张吗？来个啥？这免做啊，这特别免做啊，这老底子，这另外三个啊，这一千块赚拢超不了。欢喜朋友，为什么三个人来？希望恁哦常常来，拜六礼拜吼，咱拢伫遮咧拍咧，咱伫遮十七八档啊吼，啊物件拢袂少只。来，请留，分三盘吼。来，最后三个客人，分盘总体，来一千块钱，一千块。迄无啊啦，迄无啊济啦，有无？啊对，有鸡腿来，要上鸡肉。我一支两百块可能，一半卖你偌济，一半卖你一千尔。最后三个客人而已，没有买就没有了，下次也没有这么好看的机会了。来，一千的，一千块，我去关心啊。来，千的，这八万人，这不要多费了呀？这钱先不要多费了，来一千块来，哦，要再去关心个包一来。来，这机会来来来来来来，今天来打包去。来上来，不挑的话，我就直接包给你们。好，来，小主要这个。你拿一个钢笔比较好，也包中包。来啊。外包的电脑有中包啦。你去加笑笑啦，吼。金主金我好啦，我们去结拜。这跟你很烂。
再多谈些嘛，对吧？这样子1000块，小姐要不要来一盘？来，我有一只干贝栗子鸡，这是最好吃。来，这样子才1000块。来啊，赶快啊，最后三个客人喽。就三个人给你啦，不要等会回来啊。那我们还在包一盘吗？对啊，还有我们还在包。什么人的？这方向的。选哪里？还有1000块的，谁还没拿到的？大哥，你过来见，你要包的。我帮你选，我帮你选好不好？这盘。我不去管了，他要熏鸭的啦，要病啦，他们爱吃熏鸭，熏鸭哪个贵呢？我吃了很想笑的呀，那个放在熏鸭都笑啊。我想被你了。啊，上完三天裤。1000块鱼的。对啊，俊龙哥一包啦。鲜鱼是谁买的？哦，小姐一包对。啊，那个，那个，那个小姐一包。哎，邓来。一样拢配了，不简单的配对了。上面两边是1000块一样。一样啊！你妈妈，你妈妈储备。对啊。一样的啊。所以车开的拢坐车，拢坐车要开走啊！我见证的。鱼啊，你有买鲜鱼啊？有啊，你妈妈拿1000的。哦。真正 OK 啦，你就是钓我家鱼啊，在这里。你们两个都要买鲜鱼的吧？有啊。对啊。你没鱼啊？你怎么？安尼来车票对不对？对啊，对啊，哈，谢谢，下去喽，谢谢哈。哎，金沙让给我，我要去买哦。再来啊，拜拜。千元拼盘最后三个，有了哦。好，谢谢大家啦。来，那阿古来，黑阿古来哈，哪边想黑阿三番过来？阿古来，别过就输啊！哎，来，阿北要来三番。阿北要交给我接啊。1000的，哎，这没有，这个要。你要这盘，啊，正规的几款？啊，几款不当，几款不当。对的。我想问一下，我想动到，我动到。没关系啊，你再送下去就好了。来，下啊，下啊，三百不然没人钱哦。我下啊，都听的，我叫钱人给叫来三百，三百。来，你三个对不对？来三百的，送啊。来给我。啊，对对，三个对不对？来，这边三百块呢。来虾子300块，来沙发，来你上来，对对对，几连贝呀？我几连贝，我有，我要你带我去，还是你有个三房？我要去，我补进去，然后补进去。我要帮忙啊！我拿我的。我要弄过来呢，我弄那个纸嘛。是啊，你也得会的。来沙巴，正哥一直清醒啊，加开啦，伊底下吼拢点不，啊，都足不自在，你得1000块，就是要给他开了出去啊，这，你们酒店要发烧了，都不要眼不眨眼的，对不对？我这就开始烧啊，来沙巴。对啊，你单了给他的。今天来沙巴弄个啊，嗯，这来个，这大这个啊，细个啊，弄好点啊。来哪个鸟？来，你是我爸，就两杯起来了，来沙巴喝的，好多呢。买了吗？再来一份吧。不会太多，来沙巴的，疯了，你知道吗？好啊。我不想说瞎子。来，最后三个人给，不吃就拉倒了，谢谢。来，沙巴过来。300啊。好，谢谢，来，来，过来，来。不是那个沙巴。来，我都是一样，我先飞起来，沙巴最后两名。这准备被取了。那个今天都没。你好行啊，我们进来。哦，两架不好进来啊。按到200的。对，沙发。小小轩那个什么。对对对，不错不错。咖啡。来发点杯子，来沙发是吧？按到200的大厅。正哥被取了，一斤价都五百。好呀，好呀。
就我今天真正邀请的。今每日叫因两个兄弟啊直播24小时的，我来讲做一条片。二来。600吗？对。来1000人，不啦，100人。来100。哎，朵莉还有吗？这边有啊。好像还有吗？有啊，不对不对啊。600吗？还有两，还有两。买人，这个是偌济的，偌济，应该两房。哎呀，今天包子肯定是管了。还有冰出串。再三个人就做，我去。今天有冰出串了。一百，把车前面啊。哎，在干嘛？我们就对了吧？来，再100。当然太多了，不然哪算便宜？来1800。多给你二来我二来我八六，这下你要吃啥？你把我放不要冰。他有冰吗？我的叫。快点！人家都跑光了，你才能上来。跑光了就说啊。来，不我来保护了。来我八。来，谢谢，没了。来，我发嘞，你都不吃我啊？你没吃我啊？他有买了。你有买了，那结束了。给青龙哥带回去养，喜欢看短线。以后我爱世界的颗粒啊！青龙哥加油！加油！来来，好，后面三百米站得，出去管。而且是看昂山。哎呦，大块口水，有没有口水？先走，加钱，快。好，进里面最后一箱了，慢慢要休息了啦。就解决了。来三个人去了，大家吃挪威进里面来三百人。收啦。收啦。收啦。建哥要收啦。哎哎，那边嘞，哎那边带人家带进来的。900啊，900。喂，好。对啊，你要唱，来，这个你要唱，对对，这个是的，回弹哦，好来回弹，回弹不够，我平车行啊，好啦，有那边啦哦，哎，一唔好喂啊喂去啊无，大家拢在装修，你别去那好啊，来，郑哥家，你先别，你先别，对啊，伊在装修啊，去导航中，你嘛要回弹呀，嘛要回弹吗？不是，不是啊，来吃板鱼啊，来郑哥休息啊，板鱼。板衣，好啊！我系青衣，就是板衣，唔，我系板衣，就青衣。板衣一件，叫两百过来，200块叫来，叫来招袂回去啦，那真正系死啊！骗人，今日你去招着，招你把我的女婿招招上去，这还要回去啊？喏，大概200来，我好欢喜，来，小贵的，那讲买死我，我就不爱偷啊，贪官偷的，小贵的，好啊。我卖中国，现在下次是600，200。对啊，你去抢啊，去抢！我们没有，就什么东西？没有，他下次600吗？我600收了，你收了，那找人家钱吗？你都欠我1万千六啊，1万2，4万2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条提起，拢提起，拢我二，拢我二啦，来啦，快出来，出来恁两个啊，两包啊。红包我啦，我给你摇火啦，你准备吃得也欢喜。我送了200哦，快点哦。要死啊，100好贵啊。不要收了啦，骗了啦。我花银票我们请袂有啊，你安尼要客气哪唔听？几排谈的，你还讲安尼？我要知影几排谈，我嘛就。是啊，不用请啊，你。你嘛就排谈的。我嘛就排谈的。几排谈的呀？虽然我只拢要吃零食啦，不过几种排谈的。谢谢。还讲咩事啊？快点发的！快啊，200啊！来，弄我！吃饭回去7点的，不用睡。来，最后一局。来，200块，要求啊，这堆啊，回去完山。来，最后一个了。黑金啊，都抢回去完啦！不上你啊！你刚没说可以结婚呐？来，阿朱华，对不对？我讲对了。来，200，最后一个人去。会员能到。
要买咩无？无啦，我买只个。好啦，啊，佮要买虾啊，虾啊，唔是买亏啊。永无止境的轮回，嘿，我当月份啊，你要吃啥？大哥，我有两包，俾你包好了，分一包两多，一包两包，多少？还有那个螺肉蒜。螺肉蒜还有吧？螺肉蒜几多呀？分一包。来了，还有螺肉蒜两包的。还有三百五。还有啥？德国猪脚两包的。麦克多啦。阿杰啊，存几只三包的？来两包的，黄金鸡。啊，这边来。这等我说得啦，这等下打瓜水吼，啊，等我说得。来啊，低卡两包的，低卡壳。来挂一支万来，低卡安尼五包的。挂只哦，安尼五包壳，一支就五包吃不了。来五包拢我哩。五八，来，皮卡拢我哩啊，来五八，一个呗，五八，来五百块，五八可袂，你自己就对价了。啊，来皮卡，好，那我要休息了，谢谢大家，我终于可以下班了，感谢在场的各位大哥，那我可以休息了哈、哦，好，谢谢，下个月叫正哥爸爸来呐，你处理的去打电话来，打电话。我唔明我吧。麦克风过来啊！麦克风有咩好啊？来，你也可以，特地俾你讲话，前排你就介意。我喺平镇嗰阵时过去。一万啊！跟我较少年时阵同款。还讲过金鱼？金鱼。无啊，都还未完了，都还。一万。你万几颗？你讲，我讲伊就咩？我存一箱，你真正万几颗？你是不能包的。你食还未五百，正哥有四百的，叫做。我你个有四百，虾啊买两斤，一半块万二啊，一万二，呀，我唔叫你两万二，对啦，四百块啦，独立的，好啊。那下次买两个。其实吼，迄虾啊是欢喜的，我阿要食，要叫一包四百，然后用出来要几包呀，吼，无看袂啊，啊，谢谢休息了，明天请早来。终于有当休息啊。打招呼啊。嗨。有没有什么问题的 ？VIP 直播网哎，啊，这 VIP 直播网哎，哎，有要交友的吗？有要交友的吗？打下面这支手机哦，0980888999。有没有交友的？要先储值哦，先储值哦。好了，人家害羞了啦。我们是新达港直播网哦，想要交友的啊，下面这支电话记得打哦，然后要先储值8888点哦。先去把车子开过来。我怎么可能近一点啊？这是极限了哎、欸，你要让我死哦。这是我瞧出来最近的。大家好。没有问题啊，没有问题啊，没有问题啊。看一个热了。好啦。头拉近。头拉近。偷偷拉近，这样各位线上朋友这样满意了吗 ？OK 了 ，OK 了，你们还没有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这样说得过去吗？哇，不小心拉得太近了。好了啦啊、哦、，OK 了，好了，人家都脸红了。会吗？快过来。你是啉烧酒应该面红，你知道吗？面红无，我哥，我看出来了，你咩啊？应该你好啦。好啦，就这样子啦。嗨，筷子美女。我整齐啊。是我的吗？你敢说你是金城武？你敢让我七八十岁的吗？
好啦，那我们再30秒关播啦。没什么啦，你们最后的重点已经给你们看到了。不可以，这样不行，他会翻脸，我跟你讲，你要倒过去他会翻脸。你看，我在那，呜，那就不要，那就躲起来。对呀、啊，你上去，我帮你拍。我要干嘛上去？他们都看过我啦。你上去。我上镜什么？我要上镜什么？阿三哥。三阿布哦。我上镜什么？他们都看过了啊。还有吗？我给他。我要拍这个温暖的了。我看见了。好啦，那开心了，赶快按下去哦，按赞下去，才2092102，我在5秒后关播哦。